我中意最尾個幕，即係好多人佢哋咪慢慢開始行去個紅色布度，跟住佢就問你又話過去培養我嘅咁樣。咁嗰一幕係我有好深嘅印象嘅，因為那個聲音同埋啲人嘅動作會令到你好好似有多嘢糾纏，好多嘢走出嚟咁喺內心，係咯。其實我認為藝術就是要一種憑空想像咯，在無中生有或者是用現有的去更加多去拓展它，賦予它一種即係自己的一種精神。我覺得這樣就是一件藝術，而今次這個演出正正就是這個創作者一個藝術的表現，它將這個中西文化混合，將我們平時看到的市集啊、學校啊、火車等等這些的場面都混合在一起，都集中在這個戲劇裡面，令我都感到非常之新鮮。